经泡怕了，好脏，而且还把脚抹了，这新鞋不能穿了。现在耳鸣了，鞋子又找不到了，天哪，太难了。现在还是干的，我要出门了。今天啊，现在这边买了一个枪，60块钱，网上的话才20多块钱。它这个还是去年的，去年的旧的，你看，一般的话人家都卖100，不过还是划不来。现在有枪了。不是故意的。看路上到处都是卖水枪的。你有手机套啊？没有，我以为你要死我。没有。当你背着枪的时候，你去买东西，别人都以为你去要射击他。这个路边到处都是可以接水的。哇！这些人在桥底下泼水，看到没有？好多人，上面不准泼。这个桥底下的人真多，原来都聚在这里，每个盆都顶在头上的。我现在要准备出发了，看我这双枪武器，看到没有？冲进河边，加油！这路都是泥巴路，我鞋子也不知道上哪去了。你看看这，好多人在这里泼。本来带了无人机没法飞，泼水节的美丽，你看。不是背了个小孩哦，不是背了一个冲锋枪，两个枪，还带了一个盆，我要干过他们。主播今天为了你们拼了，走！这些人一点都不怜香惜玉，见到女的就泼。我以为我带了两个枪一个盆很厉害，原来这里都用不上，太多人泼了，幸好带了一个盆还可以挡一下。本来我带了这么多装备去干他们的，结果被他们干惨了，幸好带了个盆还可以挡，又可以攻又可以挡。哎，太惨了，主要是这边一个女的一来了，全部男的都上了，还是女的太少了。现在美丽在河边，今天这个泼水节泼的，我这个白色的衣服都泼黑了，好热闹，根本就泼不怕过他们，太厉害了这些人。看看别人的欢乐，看看就好。看看我们不行的都在上面泼水，行的就下去吧，我已经泼怕了。这个还专门拿那个垃圾袋的，捡枪什么的。美丽走的这个脚好脏，而且还把脚抹了，这新鞋不能穿了。美丽今天不行啊，单打独斗，准备撤了，我这两个枪都搞不定他们这些人了。这白色的衣服啊，泼水节过的，现在耳鸣了，鞋子又找不到了，天哪，太难了。在路上十年，一直记录美好生活，把我的所见所闻，我的快乐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关注美丽的旅行。